基本上我去到哪裡我都找到開心咯，即總之一俾我出去，去到跟我自己喺即跟我自己平時生活的地方不同，咁我覺得就好像有了一個 culture shock 咁樣，即係啦，即好似好令到你個人好多靈感啊，我啊～有啲新刺激咯，開心啲，即係唔使咁平淡。